不要了，我感觉你可能真的不会死。送啥呢？送你半块啊！你，那是啥你这呢？把死！哎呦我操！我们来赌一把，怎么样？哎呦我招鬼了耶！那就招鬼呗，然后你好好说话，我求你了。是个猫人，那还行。是个猫。猫人好打，没事，猫人好打，信我。阿妈，你怎么可以打我？阿妈，阿妈，我玩卡了。阿妈，我一百级。阿妈，一百级很好，我一直以来都是一百级。阿妈，我400级。好的，这是一个很好的借口，没事，我阿懂。妈，我400级，你他妈这个！冷静，你对得起我？冷静，冷静，冷静，冷静。阿妈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对得起我吗？别忘了，还有我有一把枪，我带绑的。枪里面没有子弹。家里面有牛奶就行了。我他妈还有香蕉呢。我救。我告诉你要怎么把这个人打死，就枪里往枪里面灌牛奶，懂我意思？不是，你这个如果你当素材的话，你这样子播出去真的好吗？啥呢？听不懂。这样子播出去是真的好吗？猫来了！哇！这牛奶，你这牛奶不行、啊。这个牛奶有点问题啊，这个牛奶发霉了，可能过期了。这牛奶不行。这牛奶过期了，这牛奶过期了。看来这次不出意外的话，我也是第一个。干你俩！这不是有人来救你了吗？我的妈呀！秀呀！我操！你不是吗？你他妈！我在赌你的枪子弹里面没有子弹没？枪里面都没有子弹。对，有牛奶就行了呀！我不是说了吗？牛奶够吗？你的香蕉呢？香蕉断了。被猴子剥皮吃了。我操！我你哇，这个人你不是说他菜吗？我感觉还行的。传送。没有。他在等 CD。漏鬼，你是要看到漏鬼？我觉得。啥是漏鬼？你这个口音。漏鬼。没事，这个人没有正事。他这个有点难受。没事，能我把。嘣。我这个牛奶是红色的，别问我为啥。红色的牛奶。流血了。想。我要被跳了，我要被跳了，跳我。嘣，我没了，拜拜。嘣，我和这个世界说再见。哎，我好像没过半。对，我没过半，摇不下来，摇，使劲摇，掉下去没有？大力的摇，摇不下来呀！我这手速不行。去练练吧，你的香蕉。不是，这关香蕉没有关系。你这牛奶变红。这个人得倒。这人连地窖都没法走呀，这个调香对吧？来了，我就知道他不会放弃我的。结果他被猫咬了。哦，没有了，他是把送。哇哦，真秀！这把是一把打得很愉快的游戏。